等一等，我能不能带件东西啊？瑶瑶，别动啊！瑶瑶，把眼睛睁开，看不看得见呢？这是几？二。看不看得见？厂里现在还有流动资金吗？已经没什么钱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不管再苦再难，我们都会坚持的。石总。哎，于老板，您怎么来了？啊，你回来了。石总啊，你们厂的事情我们都听说了，确实你们没有任何责任。为此，我们几个厂商在一块做了一次研究，你们欠我们的货款呢，可以先别急着还。而且我们愿意为你们提供一个月的原材料供应，可以先赊账，从而确保你们工厂。破你吗？就能保你安稳日子了。你当初说保我平安来着，啊？你进来了就把我给出卖了，让我蹲大狱。林发，我可告诉你了，我呀，当着警察的面把你那些破事全给你抖了出来，我让你把牢底坐穿。林发，有人来看你。
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你得意了吧？我不希望任何人这样子，更何况你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。别在这儿假惺惺了，我林芳不管到哪一步，我都不需要你的可怜。林芳，我们小的时候那么要好，我们一起玩，一起跳橡皮筋，甚至还一起逃过课。他们都说我们俩好的像双胞胎一样，难道这样的友情真的在你眼里就一钱不值吗？石慧，我做了那么多伤害你的事情，那么伤你的心，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？你知道你这么做让我更加讨厌你，你知道吗？你能像我这样刻骨铭心的去爱吗？根本不懂什么叫爱。那些男人天天围着你，为你做这做那，你们根本不知道我在为国情做些什么。你根本都不懂爱。答应好我的，你为什么不去啊？你知不知道林芳这样做完完全全是为了你？知道。有的时候我都替他觉得委屈。可他不能因为爱做那么多丧失理智的事情吧？女人在爱的面前，她就是会丧失理智，会变得疯狂，这是女人的弱点。但是你不能否认她对你的爱啊。其实，这么多年，我心里面只有你一个人。我知道，我也很感谢，感谢你这些年来对我的关心和对我的帮助。其实说心里话，我也曾经试图想去接受你，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根本就做不到。我以前总是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是关心，什么是爱，什么是感情。在文君离开我的那一刹那，我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文君才是我最值得爱的男人。林芳，他纵然有一千个一万个不好，可是你就看在他多年来对你一往情深的份上，你就去看他一次，那不算过分吧？这是第一千只龙鸟了，我终于折到了一千只龙鸟。龙鸟啊，你要是真的有灵性，就把我的国庆带到我的面前，哪怕让我见一面看一眼也行。龙鸟啊，你是为了真爱可以不顾一切的，我就像这只龙鸟一样，一直守候着我的真爱。龙鸟，求求你把我的爱人带到我的面前好吗？答应的来看你。
龙鸟跌到一千只，许的愿望就会成真。我没想到这个传说是真的。林芳，你别这样。国清，可我就是喜欢你，不能停止的喜欢。我只要想到你，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快乐和幸福，真的。林芳，别再说了。国清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一定会改好的，一定会的。你等我好吗？林芳，你还不明白，我们之间根本就不可能。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，但是我不能欺骗我自己的感情，你明白吗？对不起。大家辛苦了，因为你们，我们的厂才能够起死回生。这些呢是补发大家这几个月以来的工资，等我们再挣了钱以后再补发大家奖金。好，过来取吧。来，怎么了？我们大家伙儿啊，跟着你都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们都知道他的为人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知道你现在是要帮那个林芳还清债务，虽然大家多多少少心里边都有一些意见，不过我们大家都支持你。等你还清了债务以后再给我们发奖金吧。谢谢大家，励志因为你们才能有今天，真的谢谢每一位了。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？我终于折完了龙鸟，为什么就这么轻易的没了？龙鸟没了，国清还能回到我的身边吗？老天爷，你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石慧为什么什么都能得到，而我永远什么都得不到？国清，看来我折完这一千只龙鸟，也是无法换回你的爱了。这一切都是命，是命。国清，我注定这辈子无法走到你的身边，那就让我带着对你全部的爱离去。再见了，国清，我爱你。石小姐，您确定要这么做吗？我真的不能看着自己的朋友进监狱而不闻不问。石小姐，像您这样的女人我是第一次见，恐怕也是最后一次见。就冲着您对朋友的这份情谊，您的这个忙我帮定了。可是这起案件涉及的金额不少，并且现在证据对我们非常的不利，这您也应该能想到后果的吧？那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有一个，但难度很大。什么？让原告撤诉。
你怎么能这么傻呢？我就想这么解脱了。以前我自由的时候见你一面那么难，现在我在监狱里了，反而你却来看我。有时候我就想这么待在这里面不出去了，这样我就可以天天的盼着你来看我了。你真的不要这么傻，你知道吗？我也曾经想过去死，在我跳楼的那一瞬间，我想起来很多，有你、小慧、崔文俊和孙大凯，我真的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。难道这一些就真的没有想过吗？我也不舍得。林芳，现在小慧在四处找那些告你的，求他们撤诉，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出狱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们都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快乐的活着。哎，石小姐，不可能，我们不可能按照您的意思来做。林芳害得我们险些破产。就是这种卑鄙的小人，要是我们不利用这次机会好好的整治他们一下，哼，我看以后啊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儿。所以我认为应该好好的惩罚这种人，日后他们才会有所忌惮的。石小姐，就按我们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吧。二位可不可以听我说几句啊？我知道这件事情确实让大家蒙受了很大的损失，我呢也要负有很大的责任，因为我没有管理好公司的印章，才会导致这件事件的发生。所以希望大家给我一个承担错误的机会。石小姐，那种女人用这么多卑鄙的手段对付你，可你为什么还是要护着她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嘛？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误，在我们犯错误的时候，是不是希望别人也能给自己一个改正的机会啊？现在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给林芳一个改正的机会呢？为了能够弥补大家的损失，我可以在偿还本金的同时，再补偿20%的利息。希望大家网开一面，给林芳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。既然石小姐这么说，我们也就没什么说的了。明天我们就撤诉，行吗？本庭现在宣判，被告人林芳犯诈骗罪，罪名成立。鉴于他能清还所有的诈骗款项，且原告主动撤诉，决定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缓刑3年。孙大凯犯脱逃罪、诈骗罪、文物走私罪。鉴于孙大凯有主动自首和检举立功的情节，决定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20年。瑶瑶说一定要来看。哎呦，爸爸对不起你，爸爸不是个好爸爸。谢谢你能来自首替我洗刷清白。会，这辈子我欠你的，也欠瑶瑶的。以前的事儿都不用再说了，进去以后好好改造。瑶瑶跟我说你答应过她，以后一定会做个好人的。爸爸，你答应过我做一个好人的。爸爸答应过，答应过。只要你以后可以重新做人，瑶瑶
永远是你女儿。爸爸，我们等你出来。诗慧，谢谢你。啊，国庆，他突然间有点急事儿，来不了了。我就知道，他不会来的。你千万别多心，国庆最近处在事业刚刚起步的阶段，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忙。他本来说好要来的，结果……诗慧，你不用再替他隐瞒了。我早就知道他是不会来的，我也知道我在监狱里的时候他来看我是你劝他他才来的。以前我对国庆的爱太过于霸道，过于执着了，从来不顾别人的感受，竟然做了那么多荒唐的事情。我要走了。你要走？我要离开。这个日记本里有我这几年要对国庆说的话，还有这个是我在监狱里折的最后一只龙羊，麻烦你帮我交给他。林芳，你别这样，我现在给国庆打电话。不用了，石慧，谢谢你的好意。石慧，我做了这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都没有跟我计较，还这么帮我，真的谢谢你。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我也想开了，真的。我真心的祝愿你和国庆能幸福，能快乐。你就放心吧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以后，我的心里也坦然多了，我会好好的活下去的。麻烦你代我向国庆告别。我走了。真的离开这个城市，也许你们一辈子都再见不着。你心里真的不难受？哎，真正爱你的人是林芳，你为什么就从来不能够正视这份感情呢？我真拿你没办法。这个是林芳让我交给你的，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看看。国庆，这个是你之前帮我垫付的1130万的手术费，现在还给你。之前你帮了我很多忙，
我现在能帮你的恐怕只有这么多。秦桂，你太小看我了。励志的生意啊，现在是越来越好。经过上一次的风波之后，大家对励志的信任感越来越强，我们的产量是直线上升。数额呢是很小，对于你创业来说帮助很有限，不过我相信你的能力，相信你一定能够东山再起的。今天也全靠你的提携。好，我们一起努力吧。嗯。带瑶瑶来看你来了。瑶瑶的眼睛现在已经完全好了，每次我看着她的眼睛，我就会想起你。我感觉你一直都生活在我身边，从来没有改变。小爸爸，好了，跟爸爸说再见。爸，再见。以后我会经常带瑶瑶来看你的。国庆，这是我写给你的，也是写给自己的日记。记录下这些，只为证明我一直深深地爱着你。当那天你对我说你爱的是实惠的时候，我平生第一次体会到了心碎这两个字的含义。你知道吗？你去英国的日子，我没有一天不在想你，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些年我是怎样一分一秒熬过来的。我在盼着你回来，回来。我又折叠了三只龙鸟，现在已经是666只了，多么吉利的一个数字啊。可是距离1000只还是很远很远。当我第一次见到你失去记忆之后的样子，我的心痛到了极点，为此我不惜3次跟石慧争夺。终于你回到了我的身边。国庆，今天有人问我说，如果回到最初，我还会选择和你相爱吗？
我说会。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没有和你相爱，即使给我10000年的生命，那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为什么5个童年的伙伴，你们3个男孩子却都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一个人？我现在也想通了。我做手脚让实惠的超市被查封，同时我又让你去误会孙文君是自己去医院开的药，做了那么多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情。我在伤害了小慧的同时，也伤害了你，更伤害了我自己。当我明白了这一切后，我真的能放下了，真的能走出那个越得不到越想得到的怪圈。我就想变成一只龙鸟，我的心已经随着龙鸟放飞了。祝福你，祝福你和石慧天长地久。国庆，我永远的唯一的爱人。小慧，我想见你。这山城的夜景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小慧，你也越来越像一个出色的企业家了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5个人小的时候在这许下的心愿？记得，当然记得了。我现在还有2个心愿未了，我一定要完成它。哪2个心愿？一个呢是文君妈妈的书，我跑了很多家出版社，现在终于可以出版了。这样的话，崔阿姨在天之灵，她一定会欣慰。还有一个心愿，是文君生前一直在致力于一项发明，是关于汽车节能和新能源开发的。我努力了很久，现在终于要有眉目了。小慧，文君的心愿就是我们大家的心愿，我希望和你一块儿携手合作，一起来完成。我们不是一直都在携手合作吗？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。我明白，但是我忘不了文君，他虽然现在离开我很久了，但是我发现我对他的爱非但没有削弱，反而是与日俱增。可能我这辈子只能爱他一个人了。我们两个人都很奇怪，我呢为了报恩竟然嫁给孙大凯，你呢对于那么爱你的林芳，你永远都是视而不见。我现在是永远跟我的幸福擦肩而过了，希望你不会。建立希望小学，好，
我们赶紧去跟其他的董事商量一下具体的操作方案吧。好，走。这次的合作非常愉快，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很好的收入。这次实在是麻烦潘总了。谢谢。再见。走好。再见。潘总，我求求你，潘总，你把人打掉，我求求你救饶了我这一次，潘总。我知道你手眼通天，无所不能，潘总，我就求求你再收留我一次，你把我当狗也行啊，潘总，我求求你，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潘总。许长亮，我潘国庆从来没有想要对付过你。是。你之所以失败，那是因为你做生意不够诚信。念在你以前跟过我，我才教你的道理。要想做好生意，你得先做好人。谢谢。潘总，潘总，二号。二号。小慧，恭喜你，时装发布会非常成功。你这么多年的梦想，终于实现了。还得仰仗潘总多年来的支持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。其实，这是你多年以来自己一直努力的结果。小慧，看到这江边，我就会想到我们小的时候。那个时候的我们，真的是很快乐。只可惜，现在文君不在了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去找林芳。你终于想明白了。期扩建工程全面竣工。怎么样？今天我们去希望小学，你都给小朋友们带了些什么礼物啊？这么多的河马。哦，这么多的河马。还有奶奶的树。我是一个要求自我、要求独立，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打造属于自己天空的女孩。